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Jiang Hainu. Now I'm a scholar in Research Institute for Religion in Zhejia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In recent years, I work in Chan field, especially for Tang Dynasty. In today's presentation, I will use Chinese to introduce my paper.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Ohayou gozaimasu. 私はショーです。聖古旅行学大学の教授です。今も、コムザワ大学の研究生です。はじめまして、ご指導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诸位好、我是蒋海路、来自浙江理工大学、宗教文化研究所。那么这些年呢、我一直在研究唐代禅。同时还承担了一个项目，叫做近百年域外禅宗史学研究。那么我最近的思考呢，是关于这样一个墓志与这个禅佛教的关系啊。那么这样一个思考呢，是基于我最近的这样一个阅读啊产生的这样一个想法啊。那么我的题目是《墓志所见唐代世族夫人习禪风尚》啊。那么下面就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论文的这样一个摘要啊。中国禅传统呢各方面其实在呼应着儒家的伦理秩序啊，呈现出非常突出的父系的特征啊，女性及其宗教实践呢，整体上处于被忽视、被遗忘的这样一种状态啊。那么因应着目前的这样一个禅信仰的正统或者主流呢，研究者似乎也接受了某种暗示啊，具体表现为，即使佛教与唐代妇女的关系的。这方面的论述呢，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级别啊，但是呢，关于禅宗和妇女关系的论述呢，仍然是相当的缺乏啊，所以呢，这是一个我所看到的一个现象啊，我认为这一事实呢，实在是难以思议啊。经由爬书传统文献和新出的墓志文献。那笔者感觉到至少有四类女性群体啊，禅信仰的女性群体呢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探讨的范畴。第一类呢是大家容易联想到的尼姑啊，女尼、禅尼啊，或者叫尼僧啊，他们有自己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立场啊。那么但是呢关于女尼的禅尼的技术呢通常都是关于他们佛学造诣的技术啊，关于他们生活方面的技术呢是相当的少啊，并且对于他们出家之前的生活的记录呢基本上等于零啊，特别是关于他们的身份其实没有描述，甚至说很多禅尼他们出家前的这个姓氏呢都不知道，所以呢这样开展研究呢就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啊。第二类群体呢是后妃群体啊，就是以武则天为领袖的或者说带头的这样一个王室女性成员的这样一个禅的信仰啊。那么在武则天身上表现的很明显啊，她尤其跟神秀呢有很直接的这样一种信仰的联系啊。那么武则天与禅的关系呢非常的密切，其他的一些后妃呢也有一些零星的资料的记载，但是呢我们对于他们禅信仰的具体内容呢就不得而知了啊。第三类禅信仰的女性群体呢可以说与第二类正好相反，指的是下层的乡野的妇女啊。那么这些乡野的妇女的习禅的这种经历呢被记载在五代到宋时期一些语录登录方面，
特别是景德镇和景德镇和这个祖堂集里边有很多婆什么烧埃婆啊，这个等等他们表现出很高的禅悟的水准啊。那么，但是呢，对于这些女性群体的记载呢，往往仅把她看作是那些大禅师通往觉悟之路上的一个中介，一个媒介甚至我们连这些女性的姓名、乡里、年龄都不得而知所以呢，这样展开研究呢，也会遇到很大的障碍那么第四类就是我们本文在主要探讨的这样一个氏族夫人群体那么本文将详加的分析讨论将依托墓志这种石刻文献来进行并且从大量的文献中淘洗出洛阳和长安地区59方的墓志，在这些墓志铭里氏族门阀的这种家世呢，被缀以夫人的这种通称而热衷于禅修行的氏族夫人是一个特殊而短暂的历史群体。这些墓志告诉我们他们在武则天称帝的10年后开始出现在舞台上那么，因为正是在94年间，武则天把神秀迎接到了洛阳那么此后，神秀一幅普记以及其他的初期禅的大师呢，都在这样一个着力的来传播这种初期禅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传播之道。玄宗朝之后才慢慢的将歇那么从武则天到玄宗开元天宝那么王室对于这种北宗的支持呢是很鼎力的这就使得当时跟王室有较多接触的氏族妇女呢对北宗有了一种很亲近的关系所以不少的世家大族的女性呢，开始接受禅的修持那么氏族女性的习禅的这种风尚呢，到什么时候比较衰落了呢？可以说就是玄宗之后就比较衰落了，因为在玄宗之后这个他们就没有获得了王室的大力的支持此外。在玄宗之后，氏族本身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甚至到了唐末五代以后呢，氏族就消失了。当然，这个时候那些修禅的氏族夫人的这种阶层呢，也就消失了所以这是一个特殊而短暂的这样一个群体。说其特殊，指的是它是社会当中的一种上层妇女的这样一种市场这在其他的历史时期呢很少找到那么说起短暂，也就是说它仅仅在武则天到玄宗朝达到了高峰到了五代之后呢就不存在了这样一个群体那么选择这样一个氏族夫人禅修为对象，对于禅宗史而言呢，固然有其价值。此外，这群体呢，世缘有声，以此为视角，便利于考察中古时期女性群体的信仰实践与世俗生活的复杂联系，对于女性史而言呢，也有其价值进而，我们可以超越宗教的研究，在更复杂以及更宽广的感知中，倾听墓志所提供的信息。具体为了考察中古世家高门社会地位变动时期的家族内部活动的许多侧面，从而照顾了本研究的延展性。作为先行论述下面谈一下这个本文的这个结构首先是先行论述概述了一些这个跟这个领域相关的一些前人的前贤
前贤或者今人的一些研究的成果。第二呢，就是第二部分是探讨了墓志的研究对于禅宗史研究的意义啊。这边探讨了墓志可以补充补足我们的禅宗史的一些部分啊，或者说纠正我们关于禅宗史的一些定论啊，比如说顿渐的争论呐，比如说禅宗第六祖和第七祖的争论呐，以及这个洛阳和长安他们之间谁在这个禅的传播方面更具优势等等方面的争论啊。所以这是第二部分从墓志出发去考察禅宗史问题。第三部分呢，就是探讨了世族夫人他们的身份以及这一身份带来的墓志对他们的日常形象的塑造还探讨这一身份对他们的压力，对他们带来的压力和责任感这是第三部分。第四部分主要探讨了他们禅修的内容他们西禅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这里边就是说，以静修静坐为特色的西禅，同时呢，他们还兼修其他的法门，比如说律静密宗等等的法门，他们都有兼修此外下一部分第四部分呢，主要探讨了洛阳这样一个历史空间里边的这个禅的传播和禅的活动。那么这边我细致到对这个街坊的探讨以及从松落对松落地区的探讨从他们出发来考察洛阳场那么洛阳场呢是我认为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历史空间所生长的这样一个禅的这个特殊的阶段和地域那么最后呢，主要是探讨了这些氏族夫人他们的安葬的情况那么我注意到有一些氏族夫人是同意于这个丈夫合葬的，但是也有一些呢是不同意或者说拒绝与丈夫合葬他们有自己的理由这个理由其中有之一呢是他们是禅信仰者禅信仰者那么他们希望在死后还要继续自身的修行继续自身的修行，所以呢，这是他们做一个禅信仰者对于死后安葬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看法，值得我们注意那么这是我们本篇论文的结构。那么我在这个论文当中呢，主要是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出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纠正传统的禅宗中国禅宗是哪些地方或者说哪些观点可以调整，这是本文所致力的方向那么请大家多多批评谢谢诸位Thank you very much 多多有劳辛苦我的意思是再见